提前干嘛？嗯，我对象二十九的你不喜欢？不是，我刚刚还觉得麻烦。啊，他也会过期。我说酱，酱。哦。买一罐酱，那还那不能用了是不是？我觉得 OK 啊。那你还不买？还是你不喜欢八十九？没有啊，他 OK 啊。那就拿。你就拿着吧。